最近呢阿刀郎先生威水是吧那首歌。啊你听咗啦是吧那首歌低咗。啊我听咗。啊你听我讲。佢呢首歌嘅旋律呢係完全呢承接住佢以前啲歌嘅风格嚟演变嘅。呢种风格呢喺西北嗰边呢好多人呢咁唱。好苍凉啊话你话话好白声啊。我哋腾格尔啊是吧嗰、那个崔健啊。都系咁唱㗎啦咁就唔出奇。咁佢呢首歌呢因为而家讲出嚟咁多人捧场呢我又听咗六次即係我喺个 YouTube 嗰度。我听咗六次呢我记唔到呢首歌嘅旋律。我话咗俾你听。但係呢佢词系写得有啲深意。至于啲词呢你完全系唔同嘅理念唔同嘅立场去解释都同。你可以搞讽刺政府你可以话佢深人佢以前嘅悲凉咁都得。咁词偷得几好。在那个聊斋度用得叫曲呢我就两睇啦客观啲。是不是真的咁绝咁好呢至少行到我觉得佢间有水准呢你话神曲到全世界第一呢就未必系。我觉得呢佢2002年嗰场雪嗰首歌呢好听过佢。甚至我觉得可可托尼嘅牧羊人王琦嗰首呢都唔错㗎。咁当然啦中国人一窝蜂㗎嘛而家刀郎得唔一窝蜂刀郎唔得辣到刀郎晕咁仔啦踩到咁屎饼啦啱唔啱啊那英啊啊杨坤啊汪峰啊同埋嗰个乜嘢嗰个成日认为自己音乐评论家嗰个肥佬啊咁踩到人晕啦咪咁我话俾你听事实上呢首歌呢係一窝蜂造成到呢咁多人同埋人哋呢有一种同情佢。被人打壓了咁多年，而家呢首歌吐氣揚眉啦，有啲感情同情嘅成分喺度。如果單論呢只歌嘅成就咧，佢未必好得過2002年嗰首《那場雪》，知唔知？我真以前論事，佢以前啲歌有好多都同呢只歌有得比拼。喺比拼嚟講咧，呢只歌唔係話特別好得過佢以前啲舊作。問題係同情佢一個窮嘅人。老婆走咗佬带住个女有个女人嚟睇住佢奋斗咗几好啊有个人嘅人。喂大哥啊点解佢嗰个唱功我觉得冇乜特别咁喎真係唔似得话好似阿张学友咁样嗰个喉骨可以震下震下咁样。你觉得佢啲唱功系咪唔系。佢呢啲係西北方面咧，其實同佢一樣唱嘅人好多嘅啫。因為我聽得多，我 YouTube 聽得多，我就唔覺得咧咁神奇。但係咧，刀郎嘅人品、刀郎嘅奮鬥嘅精神咧，就令到啲人咧一面倒咁同情佢。加上那英咧呢、這個婆娘嗰啲囂張咧，係同埋呢個汪峰咁樣踩佢咧，人哋更加同情。佢得咧就借佢哋踩翻你汪峰你呢班人啫嘛。明白又有啲客观嘅因素。顺演艺术论呢首歌呢刀郎嘅前作有几首好过佢嘅。唔系真系咁神。好简单我好渣嘅啫。一隻歌我听咗个六次我记唔到佢旋律。但吐恶吐我嚟嘅牧羊人一唱我记得。呢个好紧要你识听歌嘅人呢就耳就好衰。一听记得一定系点。知嘛当然佢唔系曳。但是咁超神呢有同情佢有励志嘅成分。你冇钱俾啲大咖斩踩你话你冇用你乡下佬吐气扬眉啦。有好多人代入㗎嘛有好多人我唔得知你咁样而家我吐气扬眉啦刀郎我偶像嗰啲人嘅同情多于你真係欣赏你呢隻歌。当然佢以前嗰隻一场雪系好好㗎。我唔系踩刀郎但呢首呢即是我觉得是好但不是讲到咁声但有很多客观的因素去分析我们不可以一窝蜂。但是呢首先刀郎有这样的成就就是个例子。一个穷到饭都没得吃拖住个女的老婆离弃再跟着有钱佬他能够这样上来不被你打败十年后再来就跟住呢就训练了一个一流的女歌星叫云朵。呢着咗咧，而且咧同黃道啊完全冇緋聞，呢種咁嘅人品令到我哋尊重，
对吗？我哋喺呢度当正，但你话单以呢只歌好，但唔系好到咁紧要。但问题咧，你系欣赏呢个人品，相对下汪峰、那英吓呢两个友仔都杨坤，见风势利吓、啊，对上又亲，对下又踩啦，吓人憎，睇人你唔起啊，话人啲歌都唔系歌。大家同行做唔出咁，真而黑人憎啊！而家個個都俾人嚟打到只狗咁，啊！尤其汪峰成日追女仔，而家又話咧張智霖又出軌，啲人捉到佢啦，因為你衰，人哋咪踩你，及住你，抽正你咯，對嗎？人歌好，咁汪峰唔曳，有人品。你冇咗人品就弊啦，啱啱先？你隨波逐流咁樣，梗係唔得啦。刀郎之豪，佢又唔系靓仔，你话佢真系一流到冇得顶啦咁，又唔系，就系佢人励志，令到呢个榜样我穷光胆，我努力，我有机会，呢样整到佢变咗个人物，同埋佢真系系为咗写作，好有心嘅写只歌，系咪第一流？我唔讲，佢好用心，唱功系有佢一手，但系呢种唱功咧，如果你西北地方嘅歌听得多。龙格尔嗰啲都系咁噶，系咪？你话你吹剑一条线噶嘛，好荒凉情感。当佢成咗名，你咪觉得佢会有情感；当佢未成名，啊，佢做得几特别，把口条利软嘅任你讲咁。就是、你得咗、啊，中国人系咁，唔得。喂，大哥啊，有样嘢我想请教一下。喂，点解好似内地啲歌手咧，比较好多时佢作曲啊、填词啊，都系自己做。香港嗰啲咧，佢分工分得咁細，唱就係佢咁啊，作曲啊、填詞又係其他啲專家走去做，點解會佢咁奇怪咧？我話俾你聽，唔係奇怪。香港嘅歌手咧，通常冇乜內涵嘅多，係唱啊唱咁，天分又唔夠高，又冇內涵，平時好少讀書，誒多數買個樣，小鮮肉啊、小仙女啊咁樣，知唔知？內地唔係喎。嗰啲人真係中音樂，好你喺呢個北京地鐵嗰度，如果你有睇到好多人彈吉他唱得非常之好，佢冇機會啫嘛，知嗎？但我哋香港歌手乜都係，仲係一句一句咁錄，你叫佢唱 live， 佢即刻企喺度，咁攞得出個鄧紫棋啊嘛，係咪？一句句唱，莫公子你都得啦，一句一句咁執。边度识写曲？边度识写词？就而家写曲都唔系得。如果佢得嘅有歌起，点解冇？即系作曲家都冇，系嘛？词家唔好讲啦，唔通嘅都变咗词神。你同佢讲乜嘢曲啊？如果有好嘅作曲家，香港啲歌点解唔流行咧？你好难有可托尼嘅模样，又好难有阿长雪嗰啲咁样嘅歌嘅喎，咪内地咯。在这方面呢，人们真的对他音乐分身在研究。不是说我音乐出来就赚钱了，拿红包了，不是这样。如果一个音乐爱好音乐人，他怎会这样做呢？我给他红包，谢谢谢谢，跟着很多狗啊猫都影相。刀郎好像他没有。知吗？他有他的格。穷不紧要，出头。当有好多人穷人唔出头嘅，系咪？但问题就话、是、你一个人得唔得？你睇佢格，刀郎会唔会周围同佢影相？啊，见到权贵耷低头，会唔会？你真系欣赏佢，大家惺惺相惜佢，佢唔会噶嘛？呢啲人嘅人品啊，令人敬重，加上你唱得唔错，又肯挨，咪红咯，对唔对？你那英系咪完全唔唱得唔系？格水，你企喺度，我干人田啊！你农夫弊啦，如果毛泽东佢打靶，工农兵啊嘛，大佬你踩农民，你共产党孕育你叫你踩农民嘅咩？对唔对？佢话咦，乡下佬咁，阿那英系最衰，乜嘢佢带头噶嘛？一个就汪峰啊帮，一个杨坤，呢三条友咧而家过街老鼠啦。就是被所有的网民啊、歌迷啊打、追打、追杀，知唔知啊？唔好，我哋咧系大家同行，互相交流，唔啱，大家研究，唔系踩人哋。如果冇价值，你卖得
唔係代表你得咁樣，即係你賣得，我哋唔夠你賣，但賣得唔係代表大佬啊，賣得一定係有甜，每一啲優甜都冇，係咪先？喂，佢好賣得會漲市，佢冇逼佢，咁佢賣一定有原因。呢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年费1000蚊，请即订购支持。